那怎么换到我这边？他本来不是吗？可以进去调整。好，又回来了，直播继续开始进行。开始，因为刚刚呢，这边的饭店的网络不是很好，不稳定，所以现在只能用我手机的漫游，开了漫游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有比较好的收讯，不会再卡了。可以吗？好，OK 吗？没问题。好，继续开始。刚刚呢，其实回答了一个你问我答的一个阶段的问题。那现在，就是继续第二个问题好了。第二个问题就是，接到王沥川角色的时候，你忧郁过没？犹豫过，犹豫过吗？这不是，犹豫过吗？接到王沥川角色的时候，有犹豫过吗？角色。最打动你的是什么？接到王沥川角色的时候，有忧郁过吗？角色最打动你的是什么？接到这个王沥川角色的时候，我其实没有太忧郁。我觉得，因为是一个，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然后。就是这个故事跟这个剧本，我当初看的时候是非常感动的，而且，又是因为这个小说其实非常有名，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跟荣幸，可能忧郁就是在可能说，我要怎么把这个角色带出来给大家，因为可能。那个绿箭，不是绿箭，那个沥川往事的粉丝们可能已经有一个，就是一个 image，那个你有就是沥川王沥川的那个 image，就是他应该是长什么样子，然后他的声音应该是怎么样子，然后他的就是整个个性啊，然后整个就是整个人物的一个样子，可能已经有一个打算，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就觉得可能有一点害怕，就是说，如果我不像这个王沥川角色的话，会不会会让粉丝们失望？所以那个时候就有可能有点压力了，不是会有忧郁，就是有一点压力，就是说我可不可以把这个王沥川的角色演出来给大家，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接受我的演法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可能有一点压力，然后也是就这样子。然后，角色最打动你的是什么？最打动我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谢小秋这个角色就是，很强壮，永远不会放弃，就是因为爱，然后一直坚持下去，然后，就是一定要爱这个沥川这个人，然后永远不会放弃。我觉得这个人的。对这种爱的态度是这么坚持的，我觉得非常感动。然后，我觉得这整部戏就是很感动，就是从头，开始见面的时候到尾，就是中间有谈恋爱，然后到尾就是永不分离。我觉得那种感觉，会打动很多人的。那，的确就是播出的时候，感动到很多很多人，不管是沥川。不管是沥川往事的粉丝，或者是不知道这个故事的，也觉得哎，可能听说这是也觉得哎，可能听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戏剧，然后顺便看一下，然后包括我身边的家人也都说哎，这个戏是非常感动、非常好的一部戏，所以我觉得最打动的就是希望就是因为大家这么支持这个遇见王沥川的戏剧，然后。有这么多支持我的，还有支持这部片子，还有支持这整部戏的粉丝，一直支持，所以我觉得很感动。
也非常打动到我的心，所以谢谢你们。下一题，第三题，如果给你选择，你会和王沥川一样选择隐瞒病情和小秋分手，或是会告诉小秋自己的病情和他一起面对呢？第三题，如果给我选择，看到，如果给我选择的话，我哥，什么意思？好，不要打断我。如果给我选择的话，我应该会跟对方或者是小秋，反正就是跟对方说，我可能有这个病了，然后一定会去面对他的。我觉得隐藏这个东西是对自己跟对方都不好，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有这个桥段的话，我可能会告诉对方，就说我现在有一个非常难的阶段，跟这个东西想跟你分享，那希望我们可以就是好好的去面对他们，然后说不定会让自己的可能自己的心情会好一点，然后说不定可以就是把它就觉得不会这么辛苦了。我觉得只要长出来，然后跟大家分享，或者是跟对方分享的话，我觉得一定会是一个好的结果了。如果隐藏的话，我觉得就对不公平了，就对对方对大家都不公平。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讲出去跟面对。好，第四题，你和沥川最像的地方是什么？最不像的地方是什么？好，第四题，我跟沥川最像的应该就是他的温暖的桥段吧。我觉得因为毕竟是我自己演出来的，所以有几个就是比较可能比较绅士啊，就是比较温暖的这个桥段，可能就是我拿我自己的个性出来去演沥川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会比较像，可能就是比如说就是做一些菜啊，或者准备一些东西，或者是比较绅士一点的，可能就是拉椅子啊，或者是开门啊，就帮人家开门啊，或者是就是某一些小细节的东西，我觉得跟我自己就比较接近。我觉得不像的地方是什么？我觉得沥川跟我不像的地方应该就是，第一，他是一个建筑师，然后我觉得沥川真的是非常帅气，而且就是讲到那种就是建筑师的使用词，或者是像开会的那种沥川的方式的话，我觉得非常霸气。我觉得这一个桥段我觉得比较不像我，因为我不是八大总裁，所以我个人就比较不会这个，就拿这种可能会演出来，但是我觉得个人不会，可能会有点紧张。其实我个人私底下非常不喜欢跟大家不跟大家就是跟很多人讲话，就是尤其是在上学的时候，我很讨厌就是去就是前面跟老师就是跟学生报道，就是说这个题目啊，然后演讲一些东西，我最讨厌演讲，因为会让我紧张然后害羞什么，就我私底下不是这么霸道，所以这个就不跟沥川很像这样子。 OK， 第四题结束，让我喝一口水再继续。回粉丝一下话，再下一段是就是要回粉丝的一些话了，所以现在我要看荧幕。
再抓一下粉丝你们跟我说的一些事。好，现在很多人在给我赞跟点心。好，高高支持你，很喜欢你的一川，谢谢，谢谢。看看 ，Godfrey, I love you. Fion, I see you. 梦里人 ，GO 高以翔，谢谢 ，Love you too. 高以翔花野，绅士高，温暖高，是，谢谢。本色饺子演出，你怎么都很帅，谢谢谢谢，哇哦。好，高七算是什么？哦哦，对对对，我是第七名，我忘记了。啊，还有什么最棒的地方支持你，谢谢高以翔。送出百合，哎 ，love。Love the balloon， 气球，谢谢。接下来有什么安排呢？哦，已经在等了是吗？好啊，接下来有什么安排？哒哒，真心话大冒险。哦哦，这个桥段是真的呀。要做吗？对，好好，真心话大冒险，下一段就是真心话大冒险。好，这里面是题目了是吗？还是要做什么呢？是题目，抽三题。抽三题，好。嗯。先抽出来嘛，我先抽出来，先抽三个。哎，抽一个好，先抽一个。真心话，会说哪几种语言？什么啊？我只会说英文跟中文啊，还有一点法文。那你可以说一句法文吗？会说哪几种语言？法文哦。Bonjour, comment ça va? Ça va bien? Je m'appelle Godfrey. Godfried.Et toi? Et tout? 会有人会说法吗 ？Comment ça va? Je suis comme ci, comme ça. 哎，有人在 Australia， 好了，没有人回我法文，表示我的法文不标准。好了，我还会说什么？我还会说一点日文吧。还会说一些韩语。저는처음사람입니다。这是 一句韩语，跟之前拍戏的导演学的，但是我不知道发音标准 不标准。하나둘셋넷。好，这一段这一题结束。语言英文。Good afternoon, evening, good evening, and good night. My name is Godfrey. I'm from London, England. I went to Oxford. 好了，不要开玩笑。哦，台语哦，哦，我，哎，我都忘了台语怎么说。我不讲台语，我台语真的很烂。大家好。好了，不要讲台语，上海话哦，阿拉上海人哦，啊，对对对，好了，下一题，真心话，最拿手的菜是什么？真心话，最拿手的菜是什么？最拿手的菜应该就是西餐，的任何，也不是算任何啦，我觉得西餐有一些像罗宋汤，
罗宋汤啊，就是意大利面啊，然后可能生菜沙拉就比较简单的，或者是牛排、鸡排，然后我觉得 barbecue 的东西我都还蛮拿手的，包括一些可能比较深的，像生鱼啊，就是 ceviche 啊，或者是还有可能炖饭，这个也在研究当中。披萨的话，如果有烤箱的话，我觉得披萨是最简单的可以去做的。我觉得西餐会比较拿手一点，然后我觉得中餐的话，我之前有做过就是狮子头，我觉得还不错，那继续可以研究一下怎么把狮子头煮得很好，或者是炸鸡啊，这也不算中式，可能炸鸡也是我觉得可以再学习，因为 我喜欢吃炸鸡，虽然是炸的，但是我蛮喜欢吃。应该就这样吧，我觉得包括做菜，我其实很喜欢做点心跟就是烤饼干或者是烤蛋糕，所以呢我觉得有一些蛋糕的像绿蛋糕，新加坡绿蛋糕我会去做，我觉得这个蛮好吃。然后巧克力的饼干 chocolate chip cookies 或者是 banana loaf 就是香蕉蛋糕，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平常喜欢吃，所以我会去做。好，最后一题吗？最后一题，最后一题，自己跳出来了，好吧？跳出来的是什么？大冒险，用英文跟观众告白，这个是算大冒险？对，大冒险，用英文跟观众告白。OK， well, hello everyone. It's very nice to see you all again. I'm very grateful to have all of you doing my streaming.Live session at the moment. I'm very flattered that all of you enjoy my work, and I'm very happy all of you are on this live broadcast with me right now. And I just want to say you guys are awesome. You guys are incredibly faithful to me, so I really enjoy spending this time with you guys. So I have to tell you that I love you all, and hopefully you can be at my next live streaming later on and enjoy more of my projects. Besides Li Chuan, so yes.要跟大家告白，好，你应该蛮诚恳的告白吧。Just very happy and very flattered that all of you are supporting, and I will do the best. I will do a lot of projects for you guys so you guys can enjoy. All right, is that good enough? Okay, next.回粉丝一下话，再下一段。OK， 送出了小樱花，谢谢。乘以113141516181819，哇，谢谢谢谢，送出小樱花 ，love， 这么好，怎么一直送我这么多东西？默啊默啊 ，love you， 第二步。王立川高 Cheese
我看到你哦，哈哈哈，还是我也看到你，还有谁呢？跑得好快，我都没有办法。很多人问你那个再见王沥川什么时候会拍，大概是六月吧。再见王沥川什么时候拍？其实我最近才收到消息，可能好像是因为应该是六月的部分会在在拍再见王沥川，然后也非常开心，也觉得是时候了，因为上半年真的是非常忙，然后应该会在六月的时候继续拍再见王沥川，希望大家可以在支持再见王沥川出来的时候，那也不好意思让大家等这么久，因为我知道大家也蛮期待这个就是再见王沥川的故事，希望大家支持。好，你是吃可爱长大的吗？对，我确实吃可爱的。送出小樱花，哇塞，这个人是，高以翔 Garfrey， 他是自己，是我送我自己吗？我有点搞不清楚，还是有人扮我的角色送我小樱花？红包，谢谢。为什么胡子这么好看？因为我刚刚修理过了，我刚刚又剪，稍微修理一下。高高空间站永远支持你，谢谢你们。好，接下来的桥段呢，就是台词大考验，绕口令。哪一种台词啊？台词大考验，绕口令，完蛋，中文不好的一个人，这一段可能就会很糗。啊，完蛋了，我已经看到这个，这么多字我都不太认识的，怎么办？好了，我慢慢的念一下，这个是要念出来就是吗？是的。然后念的速度要怎么样？很快吗？还是要念正确的？如果你可以很快的话。如果我可以很快的话，所以是挑战的意思吗？对，是挑战，是挑战。好，我念出来。如果大家有笔的话，也可以稍微写一下，因为我怕大家听不懂。好，四十四只。狮子，我好像字讲错。好，四十四只狮子，内外有四十四只狮子，不知是四十四此狮子，还是四十四只狮子。是这个意思吗？石狮子，石狮子，好，就是四十四只狮子，反正我就是要念，把这个念很快就是了。我觉得这可能也难，你换下一个好了。这个，这有点难吗？下一个比较简单。大家觉得这一题有点难吗？我就不信，你试，我就念给你听。四十四只狮子，内外有四十四只狮子，不知是四只是狮子狮子，还是四十四只狮子。好了，刚刚是第一次念啊，我现在好像有点拿到诀窍，我再试一下。我不需要有一个东西给啊，准备好了吗？四十四只狮子，内外有四十。内外还有，好，内外有，好，再重来一次。四十四只狮子，内外有四十四只狮子，不知是四只是死狮子，还是四十四只石狮子，对不对？稍微有点停顿了一下，但是我觉得
我已经会了。这个就是背台词的时候，就是要这样子一直念一直念，然后知道这个意思的时候，就不用再看了，对不对？啊，再一次。事实是知识指内外有事实是知识指不知是事实是知识失指还是事实是知识失指好，下一题吧。下一题，我已经失败了。这个可能大家应该都知道吧，这个绕口令的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应该大家都听过吧，因为我也听过，所以就是要念很快的意思。对，快速的念一遍，快速的念一遍。好，吃葡萄不不不吃葡萄是不吐嘛，对不对？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我怎么现在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这比较简单。好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这样我们来试试看英文的吧。英文，这是什么东西 ？Great Greek grape growers grow great Greek grapes, but the Greeks do not the grapes. The great Greek grape growers grow. 请问这是谁编出来的？这个是？那是网络上的。这个东西。网络上找的。好，如果大家听得懂英文的话，就可以慢慢的听，我会慢慢的说出来给大家。这是一个高以翔的英文课，好吧？英文班。Great Greek grape growers grow great Greek grapes, but the Greeks do not eat the grapes. The great Greeks grape growers grow. 听得懂吗？其实我也听不懂，这个其实真的蛮难念的，但是我可以试一下。OK， 让我喝一口水。Great Greek grapes grow with grow great Greek grapes, but the Greeks do not eat the grapes. The great Greek grapes grow with grow. Too easy. Next.Sarah saw a shot silk sash shop full of shot silk sashes as the sunshine shone on the side of the shot silk sash shop. 这是什么东西？这个我doesn't make sense， 但是我觉得这个比较难，没有像刚刚的。其实英文我觉得还蛮简单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蛮难的。我是再念一次好了，我这个比较难。Sarah saw a shot silk sash shop full of shot silk sashes as the sunshine shone on the side of the shot silk sash shop. Very challenging. 好吧，我试试看吧。Sarah saw 蛮难的。Sarah saw a shot silk sash shop full of shot silk sashes as the sunshine shone on the side of the shot silk sash shop. Boom. Got it. Finished. 接下来一个桥段，你画我猜。你画我猜。所以开始你们画吧，我来猜。你们快点画一个图案让我猜是什么。没有，是你画。哦，是我画。对，不是你画，是你就是我。我不会给观众看到，然后你画出来，你画给观众猜。猜中的会把这个送给粉丝。哦，意思就是说，我要看前面的图，然后要画出来，画出来给大家猜。是什么？猜中的第一位，猜中的第一位呢，我就会把我画出来这个图送给这一位幸运的
直播观众。好，那第一，哎，我是用什么画？都可以，给你选。都可以。好，这个我其实不太会画画，但是我尽量把这个画出来，希望你们可以猜得到是什么。 OK， 给我一点时间哦。哦，这个真的是挑战。有限制这个时间吗？还是不能太久？不能太久。对啊，他们在等。哦，好好，马上马上，不要急哈、哦。我放点音乐给大家听哈。哎、哦欸，好像不能哎，但没关系。好了，我不要画这么仔细，我觉得大家稍微知道。这个意思就好了。大家都在猜你画什么？大家有预备这个在画什么吗？其实很难知道。有人说你不能放歌，叫你唱歌。我唱不了歌，我歌声是很不好的。好了，我先给大家看一个，知道这是什么吗？才画这个就花了五分钟，继续。大家有猜到了吗？猜到第一位会送他哦。所以大家。哎，你们帮我看一下，有谁猜到？你画得太仔细了吧？我画得太仔细，那不是就是要考我的那个？很好啊，我觉得是素描吗？对，是素描的概念。你给我画了吗？好了，马上就出来了。你可以给大家一点提示，这个东西在你很喜欢的城市，对。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出现在、我喜欢去的城市。有人答对了吗？嗯，但是我必须要把这个脸画出来，给大家。对，要画完整才可以送。好了，马上快，马上出来，不要催我了。我觉得我太专心了，觉得好安静。你们可以唱一些歌给我听吗？哎呀，完蛋了，我可能把这个人画得很胖。好像快完成了齁。好，五四三三二
一，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大家猜得出来这是什么吗？第一位猜得出来的，其实已经好像有人猜到了。但是我好，我来选一个好了。选一个。选一个，是不是没有选？没有要选的。他已经有人猜出来了。哦、那。LYLY296SF 小姐恒先生，请私讯我们。好，听到了。先私讯。签一个名好了。帮他签个名，好，帮你签个名。今天是四月二十一。好，恭喜这一位。下一题。下一题。哇塞，这个好，我尽量，我换一个笔好，也不要，马上帮你画，给我两分钟。这个人真的是蛮难画的。也是真的画得很认真的。对啊，我都是要很认真的做每一件事情。等一下他会拿起来留言第一个人我们就送给他哦。提示哦，有人说提示耶，提示，这个就是一位非常，有人说很讨厌的声音，有人说是很可爱的声音。是卡通人物吗？对，是卡通人物。然后他非常，你会模仿他的声音吗？我不会。他非常喜欢吃一个东西。已经有人猜到了。真的吗？真的太神奇了。我怎么我都还没有给大家看，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不是加菲猫哦，有人猜加菲猫吗？欸，其实我觉得我画的还不错。我根本就是一模一样的。我觉得是，我真的蛮有天，就是。哎呀，可能他的这个有人猜蓝胖子，蓝胖子是，蓝胖子是小叮当哦，小叮当，应该是小叮当吧？完蛋，他的。他的脚可能画了一点短，怎么办？
怎么卡住了？卡住了吗？是没有吧？是我卡住还是？对你卡住。哦，不好意思，因为我很认真的把这个人画出来，虽然没有什么颜色，但是我觉得蛮像的。蛮像的。你有人猜出来了？你给大家看一下。你给大家看吧。有人猜出来吗？为什么？因为我们讲话的提示。哦，卡通人物很喜欢吃一个东西，然后他的笑声跟讲话是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的。可以模仿一下吗？不会。嗯，其实不会。好好了，三二一，哒啦，像吗？要看要看本来的图吗？我真的是很蛮有，就是蛮有艺术感的。真的，签个名，签个名。像吗？虽然他的手跟脚是一个是比较短板的，一个是比较高板的。我知道我腿长脚长，所以我把它画的比较短一点。好，好，恭喜我签个名，签个名。刚刚第一个留言猜到的，你私信杰星传播好不好？我有截图，我有截图，但你还是私信我。我画的哦。好喽。好，下个阶段。下个阶段是什么？写给立川的信。写给立川的信。你要念。Dear 立川先生，我已经写好了要给立川。是粉丝写给你的。哦，是粉丝写给我的。嗯，你要念。哦，粉丝写给我的，啊，不是，粉丝写给王立川的信，我要把它念出来。第一个，第一封信是从彭凯，是吧？彭凯，这个是念彭凯啊？什么？对，彭凯，彭凯写的信。好，彭凯。遇见王立川这部戏是我看过演出最是演出吗？这是什么？演绎哦，不好意思，我中文不是很好。遇见王立川这部戏是我看过演绎最美的爱情剧，完美的剧情，完美的爱情，让我觉得爱情是那么无。思，嗯，对，我也觉得。彭凯，谢谢你写的信，我会把这封信转达给王立川先生。嗯，好，下一封信是来自，这是蓝妈，对，蓝妈，哦，蓝妈，蓝妈写的。是妈妈，好像好，因为因为遇见王立川，认识你，最终，哦，陷入哦，因为遇见王立川认识你，最终陷入了高以翔的，是这个漩涡。对，宣布你的帅气可爱深深的吸引了我。祝遇见王立川广西卫视收视长虹，祝高以翔事业红红火火，晴云直上。谢谢你，蓝妈，我会把这封信转达给立川先生。其实是写给你的。哦，是写给我吗？就王立川跟就是王立川。哦，其实我是高以翔了，就是大家不要就是误会啊。好，这封信来自 FSY
FC， 复习，来自复习 ，FC， 来自 FC 的说，以翔，你好，感谢你，谢谢，为我们演绎了王立川，谢谢，每天的生活都在关注你。谢谢。2017年，希望你给我们呈现更多精彩的作品。谢谢。对 ，FSY， 谢谢，就这样子，谢谢，谢谢你的 letter， 我会把它转达给立川先生。OK。下一段就是说可以拜拜了，就是因为有一个板子说的可以拜拜了，所以其实我们时间差不多，我们要去工作，跟大家说你的要去哪。好吧，那其实接下来的这个阶段呢，就是要跟大家说个拜拜，也很开心，跟大家有这个直播的互动。我要去工作了，希望大家可以再次就是支持遇见王立川，广西卫视4月26号马上就要播完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支持遇见王立川在广西卫视。 OK， 那接下来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活动我要去出席，希望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接下来的活动，因为我现在在香港，然后等一下要去一个经典的品牌活动，是什么呢？是一个秘密，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新闻，关注我最近在做什么。好了，那其实短短的一个小时已经过去了，希望大家喜欢我这一次的播出。我好像觉得我在导播直播做新闻呢、yes， 我知道做新闻的都是要做这样子，你知道吗？来，这个拉后面一点，做新闻。来，这个是一种要需要纸啊。Okay， so that's it, folks. Thank you for joining Godfrey live broadcast. Hopefully I'll see you all next time, and be sure to check out 遇见王立川. April 26th will be the wrap up for remembering 立川. So please stay tuned at 广西卫视. Okay.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这个椅子要转一下。Peace.